倾听之旅今天到苗栗，但是昨天苏贞昌院长已经特别到苗栗去先拍板了交流道等等的三项建设，要送给地方2.5亿的配合款呢，韩国人。哇，这个民进党大傻逼啊，又来了！哇，我们今天都帮大家整理好了，除了苏贞昌这样大傻逼为给苗栗以外，哇，总共这一次啊，为了是选举啊，1538亿啊，各位朋友，1538亿啊，我们才讲那个什么学贷那些，这个根本微不其微，以后选举前半年不准大傻逼，交不出成绩单啊，对啊，超可怕的，学贷不是说10亿的呆账，对啊，这个随便一个什么旅游补助36亿拨出来就好了，而且旅游补助是怎么样？是因为两岸关系搞不好啊，还有什么夜市消费券 ？Oh my god， 又不是什么金融危机。